类型呢，咱主的咱就是经典啊保留，经典啊保留，哦，哪里这个卡的，这个纠纷，这个问题就会减少很多。哦，所以第一点咱讲到呢，大力家庭，要咱讲到大力家庭，如果咱到咱的家庭当中有阿点纠葛，咱的爸爸妈妈阿点纠葛，咱来赶紧想办法，让爸爸妈妈有机会能够纠葛。咱的兄弟姊妹若是有人还袂纠葛，咱嘛爱甲赶紧想办法，互因有机会呢，会当来纠葛。纠葛是第一条，第一关的对吧？上个基本的，先互有机会当纠葛。那么这个家庭内底来讲，拢纠葛啊，吼、哦，大家拢纠葛啊。那安尼来想办法，互每一个人拢有当从这个道德实在伊的自身当中。爱落实啦，咱唔通讲讲求道求道理呢。如果求道以后，你若是无落实，无歹啊。你只是求道理啊，但是你的心性没有到位，无落实啊，无就将这个道界行出来。那么当这个家庭内底虽然每一个人拢有求道，但是每一个人所行怪、所讲的话、所做的行为，拢无道。那你这个家庭同款有惨淡，同款这个家庭的问题，同款是一大堆，哦，所以从多大的家庭，这是第一点，哦，那么第二，夫妇有别的默契啦，夫妇有别的默契，那咱夫妻，夫妻牵着分着是无共嘛，哦，翁婿先生有先生的责任。太太有太太之任，这就是无共。这先天上就是有伊个呐，伊个特性，哦，伊个差别伫内底，哦。先生甲太太呢，伊在先天上就是有无共款个所在。但是虽然无共款呢，伊也有默契啊。为什么咱会夫妻？啊，为什么他爱叫夫妻？为什么爱叫阿妈婆？哦，因为呢，因两个爱安那，爱相互相信。爱互相诶，互相照顾，互相关怀，互相扶持啊！哎呀，你啊，啊那无就规日拢两个天都结婚就好啦，啊两个天都结婚就好啦。即卖社会感情这个问题在大，哦，这个问题在大，哦，为虾米上天他咧创造乾坤，有伊个原因伫内底？为虾米天都就是较有力，啊，坤都就是较稳定？这有伊个先天上个一个条件伫个内底，哦，啊伊个差别，啊我吼啊先生天德嘛，啊伊天德就咱是用用同款，咱是用天同款，天就是爱照顾别个差别，啊天是照顾大地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伊个光呢照着这大地嘛，伊个这个雾，这个雨水嘛是安那滋润着大地嘛。当时呢，伫个家庭内底呢，即、这个先生就咱是用天共款，伊爱照顾规个家庭。那么太太体呢，困着呢，伊就咱像大地共款，伊啊，伊要运用万物，伊要栽培咱的子女，照顾着咱的家庭。所以夫妻呢，在日子里呢，真正是最重要，吼、哦，真正是最重要。所以有先天上的特性，啊，甲这个后天的责任呢，伊的差别。虽然伊有差别，但是呢，翁仔某之间还有这个默契，啊，这个默契就是相互相信，啊，相互相信。那么这个责任呢，爱分工啊，啊，咱拄啊头来讲啊，出来这工课不是某咪人的责任而已啊，啊，出来这工课既然是家庭，就是这个家庭内底呢。所有的每一份主拢有责任，包括着囡仔，包括着子女拢有责任，敢是安尼？厝内底工作敢是爸爸的责任尔？敢是妈妈的责任尔？不是哦，春后雪厝内底呢，毋是干呐，我呐同桌咧做尔，我连囡仔嘛是，个人有个人的责任区域对啦，哦，发生一代做一代，你的工作呢？留涂骹，哦，还是洗衫，还是煮饭，哦，炒菜是咱家己炒啦，哦，煮饭，迄囡仔咱做工作呢，咱就我爱个教，互伊有机会咱学习，会当经验个
所以最近的工干嘛，但是呢，啊，现在也是，而且最近他说他教过的那个情况，教过的那个家庭，啊，教过的那个猪，那个猫片，啊，啊，这个太太呢，就是啊，爱辅助，爱扶持，达成指导三工，啊，啊这个。照顾我这个所在，看顾我这个所在呢，太太呢，哎呀，爱照顾起，照顾起。好，然后阿妈过来才进入，就是这样就要退休了，这样就要退休了。然后夫妻就像左右手，啊，爱到深处无怨尤。你退休你挂物件，像我手酸啊，刚来退休挂一下，我下手帮我挂一下，干嘛？社区换汤啊，干嘛？唔免嘛，你正手自然就归个倒换，敢是？嗯。如果你若正，你个社区换物件，换到手酸啊，搁爱换者，讲哦，社区正手你来甲我倒换者，那爱搁换时，这是啥物情形？就掉风嘛，敢是？这个家庭就掉风嘛，唔免换嘛，对不对？太太若是咧辛苦时阵，先生就自然来退休嘛。先生若是咧辛苦时阵，太太就来个退休啊，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啊，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夫妻的关系啊，哦，所以夫妻就像左右手，爱到深处无怨尤啊，所以阿拉伯提纲的其实是一个伙伴关系啊，伙伴关系，啊，别中有同，莫契